本分局于113年6月23日星期日下午17时许，在口湖乡台17县金湖万善爷庙旁处理一件交通事故。经查，本件交通事故系为30岁洪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上述实地，因未注意车前状况，与前方横越马路之吴姓女子发生交通事故后，再与前方之李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，双方驾驶人均无酒精反应，行人吴女因右手骨折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北港妈祖医院治疗，所幸无生命危险。本分局在此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，行人穿越马路时应在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、人行地下道穿越，并注意左右来车。